早上的4点29分，今天6月2号，我们环球邮报的大乐透公布号码看清楚，大乐透到威力大乐透彩券行去买的，全车是17，全车是17，你没有钱买就买全车是17去碰九尾，做两星，有钱的做全车一期就决定胜负，没钱的去碰九尾。那个再看 B 组，1720碰九尾，1720全车二中一，全车二中一，1720碰九尾。大乐透公开8只财柱，0721一注，0721，1735，1735，1943，1943，2049，2049。我们大乐透会员的全车号码公开一起，我们539不公开。好，我们如果说你喜欢大乐透呢，那以后就参加大乐透的会员，啊，两个都参加也是会费2000。好，这是今天公开的，啊，台湾大乐透礼拜五开奖，预期开奖的号码。